那时候，我比你还年轻，莽撞，茫然不知所措。好在仗着天分，成绩还不错，魏老院长非常赏识我，希望我跟着他钻研学术。他把毕生所学都传授给了我，但我最终辜负了他。那年甲亢市爆发了严重的流感，我本来被医院派往疫情最严重的灾区。 但他为了让我专心研究学术，让自己的儿子和儿媳代替我去了灾区救灾，最终却不幸丧生。从那一刻起，我就不仅仅是他的学生。这张纸可以留下他，也可以放走他。 他就像我的父亲一样，我不允许他就这么走了。人生得以恩师三生有幸，是他成就了今天的陆振辉。那您是不是更应该尊重他的意愿呢？我做不到。 只有这一次，我不能听他的话，我不会那么做。既然如此，主任，您还是自己去看看他吧，因为您才最了解他。 二型马鞍状，可能是什么问题？啊？这个我得看一下患者。记住，你只有一次机会证明你是不是正确的。几个月连续晕倒，不断出现心律不齐。18岁运动型女孩，可能是什么病症？ 这怎么判断？如果他现在出现室速，马上就要死了，你怎么抢救？那就同步电除颤。接下来，接下来进推150毫克安碘酮。没有脉搏，心脏疯狂室速。那就心脏按压。还没有。同步电除颤，继续按压，再次注射150毫升安碘酮。好。 足够坚强，心动过缓。诊断，记住，你只有一次机会。那他是得了布鲁格达综合症？确定吗？不确定。那你该怎么做？我会继续询问他的病史，然后再确诊。记住，病人往往因为难言之隐隐瞒病情，医生要有一双 看透谎言背后的眼睛，否则你做的诊断就如同废纸了。啊，谢老院长。哎，现在到你了。我也给我注射。注射，这可是。给我注射。 哎，你会不会注射呀？疼不知道吗？对不起。你为什么说对不起？可能是我没有找准血管。你没找到吗？找到了。你注射了吗？还没有。我……那你为什么要跟我道歉？我为难你了吗？ 我不是这意思，我使简单的注射变得复杂了，是吗？我
我是在故意刁难你的，知道吗？记住，不管你学了再多的医学知识，都不如守住自己的阵地重要。你是这所医院的医生，我是你救活的病人，我要想活命，在你的地盘上。 就不能撒野，懂吗？明白。谢谢您，老院长。这就是你的左膀右臂，跟二道贩子没啥区别。我的放弃抢救同意书什么时候生效啊？老师。 我不同意您签，是你不同意我签，还是我自己不能签？老师，我再说一次，我不能同意您的这个想法。您作为一名医生，医生抢救了多少病人，我不允许在您面临死亡的时候没人救您。对啊，那您孙女呢？您要是走了，她怎么办啊？就这儿吗？ 学术上有一条光明大道，可为什么就非要放弃学术，去搞这些出风头的事情，只剩急空中救援？我辜负了您的期望，做了院前急救，是因为我一直没有放下魏哥和魏嫂的死。如果当时有飞行救援， 魏哥和魏嫂可能就不会错过最佳抢救时间。你的飞行医疗部搞得很好，造福了更多的患者，一切都是值得的。给我放弃抢救协议书，老师，您再考虑考虑。 你确定只想了一声吗？我确定，只想了一声，而且是他先挂断的。你现在拨回去。你确定让我拨回去吗？对，因为这中间是有时间差的，本来应该把你带回我们警局的监听组，然后再回拨于天府的电话。 但是怕引起他的怀疑，所以你最好现在拨回去试试。我抓他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，就算你不拨，我们迟早也会抓住他。而且给他打这个电话，对你也是有益处的。听您这意思，这还是给我立功赎罪的机会啊。我倒不是那个意思，不过。 你也不想活在别人的揣测里，不是吗？听您这么说完，我反而不想打这个电话了。为什么？
喂，什么？撤走？那怎么行？今天上午于天府刚给于飞打了个电话。我知道，我没有干扰他们正常工作啊。你让警察撤警了？这不算撤警啊，于飞本来就不是嫌疑犯。一个警察整天在医院里看着他，这对医生形象也不好。我就打电话跟梁队商量了一下，没想到他愿意帮我说这话。我也不知道，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。那你怎么想的？我没有想法。我不管这于天府将来怎么收场，但于飞还是我飞行医疗部的人。哎呀，我现在想想就后怕。幸亏当初你拦住他，赞助飞行医疗部的事。都怪我，有野心不是坏事。哎，我说的是他。哎，他这个野心呢，是用错了地方。于医生，我刚才没有怀疑你的意思，抱歉啊。没想好，就不要接这个电话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我从您拨通后，您打扰了。老院长现在情况怎么样了？需要我去查房吗？对了，他的骨髓……你应该接电话的。咱们父子还是先把事情说清楚的好。众目睽睽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枪是怎么来的？枪是仿制的，但一样能打死人。所以你要杀我是吗？我要杀的是思乔，你敢？从小你就这样，三句话不顺你就发脾气。我今天就来教教你，怎么样把事情先问清楚了，再选择发不发火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在看什么？这跟你没关系吧？给我看看嘛，嗯？大学报考专业指南，你要考大学了？嗯。你想报哪个学校？嗯，我想去个有海的地方，厦门或者青岛都可以。嗯，有海，是啊，每个人心里都有他最想去的地方，不是吗？嗯，谁不喜欢海呢？我家以前条件不错，当年非让我上商科，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门心思就想考医学院。可能是因为我喜欢的男生上了医学院，结果我考上医学院，学的神经内科。可是我喜欢的男生却没有喜欢我，
所以我放弃了临床。也许对你重要的那个人，终究没办法一直在你身边。如果知道他要离开你了，你还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吗？会。在我心里，我没有选择。现在，我比很多穿白大褂的医生更加热爱这份职业。也罢，其实我并不想评价你。我的意思是，现在只有你能说服爷爷接受骨髓移植手术。如果连你都放弃了，还有谁能帮助他呢？我觉得你比别人想象中都要坚强，我相信你会做出不让自己后悔的选择。你说的对，可是留住他，还是接受他会离开我，哪个坚强？我先进去了。不是一个人来的，而且我也知道，我拿枪逼你也没用。可你们医院不是一个人呢，我下不下得去手，还得看你。哎，四小医生，赶紧去趟设备间吧，默默出事了。怎么回事？赶紧走吧。看来四桥已经被骗到设备间了。去设备间干什么？这儿太显眼了，我又不傻。走吧。四桥，你今儿去干嘛？设备间。毛毛，他们俩呢？没见着。你去找找他们。你说这虽然没有什么任务，也不能消极怠工吧？上班的这一天都瞎跑什么呀？你说。老陆，于飞会处理好仁德医院的事儿的，你就别担心了。我这就去找他们。默默呢？你谁呀？你不是我们医院的医生？你们准备在这儿动手是吗？人已经进去了。你不是擅长救人吗？看你能不能救活他。今天就把我们余家的事情在这了结了吧。余总，你聊你的私事，我就不掺和了，我只拿我应得的那份就好。你倒是贼。剩下的等你走了我再给你。别再让我见到这一幕了，行吗？你见的还少吗？我真后悔，今天上午我就应该跟警察说清楚，把你给抓起来。有警察？你干什么？你冷静点，你冷静点。小孙，跟我这么久了，这点事儿还经不起啊？把枪放下，警察都已经撤走了，凭什么相信你？我就不应该来。没用的东西。于飞，都是你们家的人，你想想办法。小孙是吧？有问题吗？把枪放下。你应该知道我是谁吧？我管你是谁啊！这时候，你不是应该拼了命跟你老子撇清关系吗？如果他真的被抓进去了，你以为谁会去善后？
就算我们余家被抄得一干二净，你以为就真的没钱了？仁德兴20多年，如果就这么轻轻松松地被抹掉的话，那你也太小看我们余家了吧？我告诉你，以后他的钱都是我的，他的家也都是我的。把枪放下。他于天府是个没用的人了，他迟早要见觉的。你可以跟着我呀。如果你现在要开枪杀死他，我会不顾一切的把你给做了。动动脑子，跟了我们余家这么多年了，更新换代，明白吗？长大了，好。选呢？怎么不选啊？更新换代。你现在在这一枪把我崩了，就是这位大少爷的功臣了。差点让你给蒙了。看见四乔和于飞了吗？四乔去设备间了，于飞医生我没注意。哦，是要取什么医疗设备吗？我也不太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儿。不过刚才跟着四乔那个医生我没有见过，应该不是我们医院的。我估计是借什么应用设备吧。哦，好，我去看看。嗯。就因为我曝光了你的所作所为，你就杀我？没错，就算于飞再也没用，他是我儿子，你认为我能被他降住吗？一直以来，我都想让你来接手家族的买卖，可我现在没有耐心了。这个烂摊子你接也得接，不接也得接。你已经半只脚踏进监狱了，现在难道还要把我也拉进去吗？现在是咱们家生死攸关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别跟我犯浑了？你这是害了他。是我害了他，还是你捅的娄子？你们不是好哥们吗？这背后捅刀子的事儿也干得出来？李长海的病历是我给四乔的，不管你是泄愤也好，报仇也好，都冲我来！你怎么会有李长海？于天府欠了我点钱，你得还了。你还不知道吧？李长海女儿那事儿。你这是敲诈！哎呀，我要的真不多。就一点点儿，大不了鱼死网破呗。原来是他，没错，是王贺。不过现在已经帮你把债给还了。这个四乔，不用留了。怎么，钱不想要了吗？去开门，别管是谁。把他支走。嬷嬷，这没事，你赶紧走。有人借设备吗？签设备单了吗？我叫你赶紧走。你可别不按流程办事，要不又得挨罚了。既然来了，就进来吧。这不关他事儿，你让他走。你说。于天府现在能跑到哪儿去呢？我于天府要做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。今天我走进这个医院的大门，就一定要达到我的目的。一，我要弄死你。二，于飞跟我走。你如果敢动他，就先把我给弄死。于飞，你以为我下不了手吗？你以为我在跟你开玩笑吗？他有自己的选择和立场，他不是您的傀儡，不是您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。你闭嘴！你害了那么多人，可于飞救了那么多人，他是在帮你救赎。害人？是我用那些钱把他养大的，那是你唯一做的对的事情。你知道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？在金钱面前，永远没有对和错。不要再说了，于飞。
都是这样，只想着自己，从来就没想过家里。家里，你还有脸提家这个词？于老板，我算是听明白了。这说来说去，还是你的家事儿。这钱我还给你，不要了，先走了。 你敢！这地方警察随时会冲进来，我只想证明钱回家娶老婆，我不想连命都搭在这儿。我现在就把你做了，你做的人还少吗？你，站住！ 好像有声音，我也听见了。嗯，算了算了。 这病房乱糟糟的，不会啊！这病房吊顶和周围的墙壁装的都是全凭高效的梯度吸棉，怎会有这么大动静？还说你不喜欢这儿，什么你都知道啊！<笑> 前面，前面，快！小心！我不是有意的，我就是想吓唬吓唬你们。不许救他！为什么？他肺部中弹，为什么？可惜。别打我！你们现在救他，到时候他会举证我，我们全家都会为他害死的。胸部起伏减弱，四小，呼吸也减弱。情况怎么样？左肺中弹，检查有没有灌通。好。二三，没有灌通。装子弹。 再救的话，我把你们几个全都杀了！于飞，别管我，先救他。子乔，情况怎么样？他没有找到子弹，某某士官。好，快！别动，不许救他！某某，让他去拿凶果，在王师傅台前走一步，我就开枪杀了你！于天福，我挺满命十几年，你竟然冲！ 冲我开枪，这个时候坏我好事你找死！我让你把思乔做了，你满脑袋想的尽是钱，你活该！看看你现在都成什么样子了，什么样子还不都是为了你吗？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！某某，休管，快！某某，你干嘛？我们救他。 是正确的，对吧？默默，你忘了那个叫周德一的吗？啊！准备点符。好。闪开！给我闪开！不能再让你开枪伤人。如果你要是再开枪伤人，下个打死的必须是我。别动！忍住！叫什么名字？ 叫什么名字？叫孙德福，孙德福，孙德福，我叫回头，你忍一下。来，某某，知道。孩子，思乔，找到了吗？没找到，赶紧给我死！想要我们在，不可能让他死。 因为我开刀，是因为子弹取不出来。
我不想死！这种情况必须要通知血液科了。今天谁敢走出这个门，我就打死谁！好，我们不出去，我们是在这想办法，我们在这输血。思乔，要走正规流程。过了这么多了，你疯了？思乔，这可是条命啊，难道眼睁睁看着死吗？我来，我是O型血。好，先帮控制一下伤者，你在设备间找上血液配型一线，配型成功就输血。好。 抢救的黄金时间，只有这短短几分钟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如果你不让我们救他，你就杀了我！想想了，一定有人报警了，你等着警察过来抓你吧！救！救！萌萌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好。救！救！ 你们没听见我说什么吗？听见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咱们院这……主任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是魏老院长吗？不是，于天府。于天府，于天府怎么了？于天府在设备间里，好像还有思乔、于飞跟梦梦。等一等。 于天府在医院，跟思乔、于飞他们在一块儿。于天府之前来过医院，他朋友在医院做换肾手术的时候，他在护士站给我塞过钱，我听着是他的声音，不会错的。那还等什么？赶紧去啊！走。你们俩都等一下。这事情还不好说呢。警方一直怀疑于飞包庇他父亲，现在这于天府居然在医院，而且跟于飞在一起。 小妹，你先回去吧，这件事情你先装作没听见。可是思想，你先回护士站啊，回去。我跟陆主任再商量一下，好吧？拜。你跟我想的一样吧？这次是一样的。 于天府应该是想劝于飞回去帮他，可于飞肯定不会同意啊。可是问题是，万一警方不这么想呢？这种时候，就最怕于天府做出什么偏激的事情来。哎呀，我得去看看。我要是半个小时没回来，你赶紧报警。可是，你忘了。 接下心电监护仪，他需要动手术，在这儿动手术不可能。你们别得寸进尺！你现在改变主意还来得及，他还能被救过来。你当我是傻子吗？你心里很清楚，现在最聪明的办法就是把他救过来，要不然你就是杀人犯。我没教过你，这世上聪明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不计后果，不计代价。我以前躲过去很多次。 这次我一样能躲过去，你还在说不计代价，轮不到你来教训我。抽吧，薪酬200。萌萌，抽吧，救人要紧。 默默，别害怕。
我不害怕，我们已经陷入了僵局。于天福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想说服于飞帮你，还是想要我的命？你把我们家害成这样，还有脸说？那不是我害的，是你自己一手造成的。你们是不是给我儿子洗脑了？ 让他忘了我才是他的父亲。现在不是了，于飞，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你小时候的事吗？不记得了，我也不想记得。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你别再拿血缘绑架他。 跟你没关系。你今天如果杀了他，就等于杀了我。于天风，就算你杀了我，你今天也逃不掉的。我已经厌倦了你带给我的这种罪恶，我甚至已经厌倦了去厌倦的这种感觉。你身上流的是我的血。 你一辈子都是我们于家的人，人都快死了，你到底让不让救？思乔，你想干什么？我是你开枪啊！于天福，你离我的一生远点，警察正在来的路上。 报警抓我！藏不住了，你走吧。小飞，我再最后问你一次，你还是认我这个爸的。 已经签了冯继强就同意说你还跑过来干什么？我用毕生的精力教你医学知识，但有一件事我没有教会你，那就是如何面对死亡。死亡是一件很奇妙的事，它对将死之人没有任何影响，有影响的。 永远都是活着的人，这是他自己的选择，就让他有尊严的走吧。他没有教会我的，我学会了。他根本就不讨厌这儿，他热爱这里，比谁都热爱。人是不是？ 常常会忽略掉对自己好、最在乎自己和最亲的人。思乔，不要来！什么意思啊？或许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已经把你当成自己人了。自己人？